哎，天哪！你闹什么妖啊？正经事不好好做，跑去搞什么游戏呀？服装都做不明白，还想跨行去做游戏？这不是痴人说梦、异想天开吗？就是，你爸要是知道你把海药搞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只怕要被你气得活过来。我反对做游戏。 公司由不得你胡来，我也反对做游戏。反对！好不好做服装，搞什么游戏就问题。就是嘛！够了！谁要是再说一句话，连你的分红，一分钱都拿不到。各位叔叔阿姨。 各位前辈，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，我也谢谢你们一直对我的关爱和帮助。但今天我来这里，不是和你们商量的，而是来正式通知你们：第一，游戏公司我做定了，方圆游戏公司将正式进驻海妖集团，我任命我自己为 CEO。 如果有哪位不服，请拿你们的股份出来说话。第二点，海耀服饰我将任命白小曼白小姐成为总经理。从今天起，她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什么年轻人？如果有哪位不服，还请拿你们的股份出来说话。最后一点，我和白小姐。 将择日举办婚礼，到时候欢迎各位的到来，给我们送上祝福。当然，如果还有哪位不服的话，可以不用来，我们走吧。 真帅，好感动啊！解决这么多，对。哎，方总监，他回国了呀？对啊，跟他打招呼去。你们好，吃午餐去啊？对啊，我们正好去吃饭，要不然一起去。啊，谢谢你的邀请，我今天有点忙，还有工作要做。那等你忙完之后如何？你追我干嘛呀？下次吧。 抱歉，祝你们午安。方总监，那是怎么了呀？他这公事公办的样子，跟唐总好像啊。你俩是不是怎么了？我们能怎么样？我们就是公事公办。好了，走吧，吃什么呀？ 哟，夏总监，笑鱼，你从法国回来啦？刚回来没两天呀。来这么不给我打个电话？我谁都没打电话。我来这儿今天办点正事儿。那正好，晚上一起吃个饭。我今天约了人了，吃不了了。以后你会经常在这儿看到我的。你来该不会是找墨菲的吧？怎么着？以我的职位来这儿，你就让助理来接我呀？赶紧说，干嘛来了？秘密。 回头跟你说啊！哎，着什么急啊你？是，哎，你们明远不是新出了一个设计，邀请了我们凯曼的模特吗？我来谈这个事儿的。那行行行，你先忙去吧。不信我？喂，你好，雪玲姐，是我。
雪玲姐，雪玲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来没多久，快坐。等一下，你让我好好看看你，变了没有？你怎么那么瘦啊？都还是那么漂亮。嗯，我要这个吧。你这几年都去哪儿了？你哥一直在找你，都没有下落。我这几年一直都在国外，过得挺好的。不好意思啊，雪玲姐，害你。 跟着一起担心，啊，对了，你哥知道你回来吗？当然知道啦。这个方小鱼真是的，你回来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我。我每次见到他都问你的消息，我真的挺担心你的。谢谢你，雪玲姐。听我哥说，你现在特别能干，是个女强人了，而且你在明轩哥公司上班啦。 从你哥口中说的女强人可不是什么夸人的词儿。嗯，他那可是一本正经，可认真的讲了。明轩哥还好吗？他还好，他这几天去出差了。 本来我要跟他一块儿去的，顺便玩上个两三天，但是我公司的事实在太忙了，走不开。等他回来吧，咱们一块儿聚聚。再说吧。你看你瘦的，趁这次回来正好，好好养养。 雪玲姐，我还有点事情，可能要先回去一趁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晚上我哥带我一起吃饭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哦，他约的人就是你啊？嗯，搞得神神秘秘的，我还以为他交了新女朋友呢。<笑>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吃饭了，公司还有好多事儿呢。嗯，等你这两天空了，给我打电话。嗯，好。 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好，随时联系。嗯，走了，雪玲姐，拜拜。 雪玲，你找我？啊，明轩。本来是有事情找你，不过，哎，也没什么重要的。你是要出去？对，去财务那边。哦。有什么事你就说呀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也行。方小鱼来过明远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咱明远的大学，我不是请了凯曼的模特过来走秀吗？是啊，听说进行的还不错。 也不知道这次方小鱼又想搞出什么花样来。咱不用管他，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是啊，从小到大他性格一直就是这样。这次他过来，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你说我们两个还能说什么呀？ 是啊，到了。今天真的吃太棒了，炸鸡好好吃啊！嗯，也不知道方总监走没走，如果一起去吃的话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莫非，嗯，你有没有感觉方总监有点怪怪的呀？他虽然今天是来办公的，可是他之前可对你不是这个态度。你参加比赛的时候，他多照顾你啊。 为了追求你，直接和唐总起了冲突。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不过确实他好像不太一样。是吧？是吧？你怎么觉得？要不然说一下。嗯，我对他私生活也不了解。
你是不是不如意的时候得罪他了呀？有可能吧。说嘛说嘛，我都好奇死了。哎，电梯来了，怎么还不走啊？ 夏夏，今天你去找夏雪玲了？对啊，见了老朋友。聊什么了？变化挺大的吧？她？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雪玲姐真的是变化太大了，现在一副女强人的样子。你现在变化也挺大的呀。我记得小时候，你干什么都喜欢跟夏雪玲比，每个人都争强好胜的，谁都不服输。 现在你们俩居然可以心平气和地一起闲聊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人都是会变的呀，就你一点都没变。我没变吗？我没有变帅吗？你在我心中一直最帅的哥。倩倩，别再想着再去找唐明轩了，好吗？哥，你误会了，我没在想他。那你去找夏雪玲干什么？不就是想从夏雪玲那儿知道唐明轩的消息吗？你应该知道的，哥哥都已经告诉你了，不是吗？ 我见雪玲姐是因为就是想见见老朋友啊。倩倩，这么多年在国外，你那样累死累活的，天天折腾自己，不就是为了忘了他吗？你现在好不容易可以开始新的生活，你干嘛？倩倩，你能回来，哥特别的开心。 但是我不愿意再让你为了他伤心难过了，哥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只是不想回避问题。毕竟他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分。打住！你以后有大好的将来，为什么不珍惜现在的生活，总是回头看呢？ 对啊，哥，我去趟洗手间。程阳，你采用这个泼墨山水画的主题概念，想法是挺好的。 但是这个想法它只是个概念，完全不可以用。首先，布料处理它就是一个大的问题。夏总监，我们是不是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？水墨画怎么画，我们就怎么制作布料，这很难吗？是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服装设计师不仅仅是艺术家，也是商品的生产者。我们不可能不去考虑生产的实际操作。难道你想自己去亲自印染每一件衣服吗？ 宋唐想要创新，首先就是要深入地贴合中国传统文化。中国人千百年来都用水墨丹青来描绘自己的世界，为什么到我们这一代人就不行了呢？水墨画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设计，只要它一出现，全世界人都知道这就是中国设计。泼墨山水是水墨画里面最具动感的，把它制作在衣服上，我相信所有人都能感受到。 中国文化沉寂的美，也能看到中国文化灵动的情。那成本问题呢？我们刚刚收购了李师傅的绣馆，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里面。新品发布会是收回投资最好的机会，所以我觉得采用苏绣才是最对的选择，而且可以加强绣馆的推广。
上一集我们的产品主要用的就是苏绣的元素，宋唐不能重复，所以这一季我想用新元素。刺绣是中国传统服装设计最常用的一种技能，再次使用就是重复吗？再说了，我们公司本来就有可以合作的工作坊，主体上使用苏绣，这样也可以减少成本呀。夏总，我不是想制造问题，我就是基于作品选择表现形式啊。你现在是在质疑我吗？程瑶，制作上所有的压力不是在你身上，而是在我的身上。从设计到核算成本，再到生产投入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我来把关的。夏总监，我觉得您可以先看一下设计图。我们这次的设计呢，大量的采用了一些都是一体式的剪裁方式，而用泼墨的表现手法呢，主要是想呈现一些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。而且我个人认为，既然是新品，那创新就应该放在第一位，而不是一味的考虑成本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宋唐不是又成了墨守成规吗？明远是服装集团，是需要各部门进行配合协调，最终产生盈利的。如果想单方面的去搞创意，那你就出去自己成立工作室好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需要考虑任何因素，也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和责任。当然了，你需要担心的就是你的投入和产出比，付得起你的房租和水电费吗？有什么可笑的？程阳，我所提出的意见呢，不是在否决你。唐总也交代了要给你创作的空间，当然我也得尊重。我说的这一切也是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。样衣大概多久能制作好？两天。好，那等你的样衣做出来，咱们再决定。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，散会吧。莫非你留一下。莫非你是不是觉得有唐总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夏总监，您严重了，我什么时候不把您放眼里了？你刚刚是什么语气？正常的语气，正常的态度啊。你作为一个临时助理，你有什么资格提出意见啊？我认为只要是明远的员工提出为公司好的建议都是可以的，当然了，您可以不采用。我需要你来指导我怎么样工作吗？那我不敢。你不敢？我看你都快顶替我的位置了，怎么了？你还真把自己当老板娘了？夏总监，我们现在说的是工作上的事情，你不要总是拿私事来说事，我觉得你很不专业。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我才是那个一直被针对的人吧？对，我就是要针对你。你现在给我去收拾东西，去财务那边领账，马上给我走人。是这样的，我是陈阳找过来的助理，如果您想开除我，请您让他来通知我。太吓人了。那我先去处理了。嗯。唐总，我要求开除莫非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我怀疑莫非是商业间谍，他在巴黎跟方小鱼是邻居吧？据我了解，他们并不是普通的邻居，关系非常密切。明轩，莫非是你的女朋友吧？如果他跟除了你之外的男性保持密切的联系，排除他脚踏两只船，那我请问，他们关系那么好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是不是可以合理的怀疑他是商业间谍？更何况，你没看到他刚才的态度，他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
也只有你把她当作是单纯懵懂的小姑娘。雪玲，你现在要跟我聊的是私人感情呢，还是工作呢？我相信我对莫非的人品是有自己的判断的。你消消气儿，坐下来。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情：我作为明远集团的设计总监，我有没有权利开除一个临时助理？我跟你说，不止你没有，我都没有。他是程阳请出来的助理，公司有规定，他可以自由选择助手。如果你说非要开除莫非的话，那恐怕咱们公司上下只有他有这个权利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找程阳。开除莫非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我看来，莫非的资历和经验都不足以担任你的助手，而且他和唐总的特殊关系，还有就是他跟凯曼的设计师方孝宇来往过密，所以我认为他不可以继续留在设计部。夏总监，我非常尊重您的意见，您是不是也听听我的想法？莫非是我招来的助理，他现在在公司的职位也仅仅是设计师助理，以他的职位应该不会对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吧。至于您所说的特殊关系，来往过密，这应该都是私人情况，私人情况不用跟领导汇报吗？程设计师，你是不是忘了你的领导是谁啊？夏总监，您给的意见恕我无法接受。如果我一定要开除他呢？如果你执意要开除他，那我跟他一起走。哎，注意分寸啊！首先，这个事情呢，我不会插手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公平对待。好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那我走，我走行了吧？哎，耍小孩脾气啊！都听见了。嗯，谢谢你相信我。啊，我们吃饭去吧。以后在公司，我们还是少谈此事，省得被别人抓住把柄。那我自己一个人去吃饭了。夏总监，我是来替莫非道歉的。这次的确是莫非太过分了。再怎么说，您可是明远的总监呢，他一个临时助理有什么资格跟您刚硬啊？他到底对明轩做了什么呀？怎么把他迷成这个样子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不是莫非的好朋友吗？他没跟你说过明轩吗？他不太愿意提自己的事情。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，他究竟有没有把我当好朋友啊？尤其是这次回来，我感觉他变了好多。变成什么样了？变得爱说谎了。比如呢？
你就比如他说他来明远工作，唐总不知道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算是他是靠着关系进来的，那怎么了？我就没搞懂了，他为什么就不愿意承认呢？任嘉熙，我还真是没看出来，你虽然跟莫非是好朋友，但你们完全不是一类人啊。忙什么呢？没什么。看小时候相册呢。我就是想看小时候的照片嘛。给我。怎么劝你才会听哥哥的话呢？还是放不下他？我早就放下了。肖医生，我妹妹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晕倒了呢？她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初步看片子，她的脑部应该长了异物。不过至于什么程度呢，我们还是需要做进一步更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。不可能啊！以您的经验，你觉得这是什么症状呢？她应该长期有着营养不良的状况，白细胞、红细胞的指数都不正常。而且还有严重的器官衰竭。你直接跟我说这是什么病？我现在怀疑，很有可能是脑部得了恶性肿瘤，而且有扩散迹象。不过一切要等到切片的结果之后才能确定。能不能尽快的安排手术呢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一切要等到切片的结果。还要等多久？检查结果是急不来的，化验也需要时间啊。你这样催我，我也没办法。只要能让我妹妹康复，我不惜一切代价。方先生，我们医生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，都希望病人能早日康复。
我开始答应陈阳做助理的时候，觉得挺新鲜的。我最初就觉得当助理也没有什么难的，每天就和设计师在一起做做设计，挺好玩的。可是这两年发生的一些事情，让我忽然意识到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简单容易的。或许佳琪他说的对，职场真的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在职场不仅要做设计，还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来打交道，可能是我做错了吧。除了我自己的情感以外，我应该多为其他人考虑着想，我应该多为你考虑的。小丑，大家都请坐吧。雪亮，可以开始了。今天我们的会议内容主要就是讨论幻彩云源大秀的设计。公司上下对这次大秀非常重视，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投入所有的心力。现在我们这边分别有程阳的水色跟刘皮的丹霞这两份设计。那就先由刘培老师介绍一下你们所设计的丹霞系列。我们组在经过讨论之后，决定以丹霞地貌为理念，以此来做的设计主题。大家请看，丹霞地貌拥有高耸的山峰和幽深的峡谷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有着丰富色彩层次的红色陡崖。所以我们在色彩设计这方面是从丹霞地貌中赋予我们的灵感。服饰从整体的轮廓是西式的剪裁，用建筑感的风格去展现丹霞这种雄浑的山貌形态。然后我们会拼接各种红色来展现整体的服饰的层次感，以体现丹霞这种华丽的色彩奇观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还用苏绣绣上湖泊和河流来作为美丽的点缀。哎呀，你们组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好，我们组这一次的设计主题名为水色。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就能联想到中国的古典元素。水色的核心设计主题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，泼墨。我们会用多次浸染和泼墨，像画画一样来制作我们的布料。我希望我们呈现出来的布料浮出云雾，染成风雨，应心随意，宛如神桥。那轮形和剪裁方面呢？你们怎么考虑的？剪裁方面，我们想参考中国古典的深衣作为灵感来源。深衣会不会显得有点厚重啊？这点我们考虑过了，我们保留深衣的一部分特点，兼顾现代人的穿衣习惯，既有古典的韵味，又能展现现代女性那种曼妙的身材，同时做到减龄和轻盈。今天呢，两个组的介绍都非常的精彩。通过今天早上之后，我对于咱们的幻彩云烟的发布会呢，就更加的有信心了。我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齐心协力，大家一起把明远时尚带到一个更好的舞台上。谢谢你们。明轩，
你这次倒是很公平啊，没有偏袒莫非。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做事呢，一向是公平公正的，我不会偏袒任何人。我承认，程阳的作品确实很吸引人，但是综合考虑，我还是相信刘培的作品更有市场前景。雪玲，程阳他是一个个人风格感很强的设计师，我希望你可以给他足够的空间。你这话的意思是，我给他的空间还不够吗？因为我看重的是他的能力和才华，我希望你可以放下成见，好好的跟他合作。你太小看我了，明轩，我不是看不到程阳的才华，也不是不承认新人的能力，我所提出的建议都是出于工作的角度。职务内的事情我会做好，不用你提醒。切片结果出来了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显示你妹妹确实得了脑部恶性肿瘤，而且已经扩散。你又梦到他了？梦见小时候了，也不知道爸现在过得怎么样。你为什么不能关心关心你自己呢？他现在有吃有喝，他身体很健康，现在。哥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说什么傻话呢？我怎么可能生你的气呢？哎呀，只要你能好好的把病养好，这是我希望的。这几年在非洲，每当自己熬不住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你。这世上还有一个人是真心心疼我、念着我的。我去把窗帘打开。是吗？让方慧给我接电话。你爸他才睡着，这两天他睡眠很差。如果他还没死，现在就让他接电话。小雨，
你体谅一下你爸。你这个点把他叫醒的话，他这一夜就很难入睡了。要不这样，明早他一醒，我就立刻让他给你回电话。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？四月天，小巷点亮了四面，风轻灵，在春的光眼中交舞桌边。你是四月寒天里的云烟，黄昏吹着风的软，星子在无意中闪。西雨点洒在花前，耶，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时光如水，总是无言。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最是那一低头。是晴天，你是雪花后的那片鹅黄，你是夜夜的月圆，你是天真，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。是一树又一树的花开，誓言在两千呢喃。你是爱，是希望，是暖，你是人间四月天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。时光如水，总是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